欢迎我直播间收的大哥大姐们啊！这边是食堂啊，老铁们，食堂。哎呦我操！烟气森森的，开饭了啊！这不就是厂子吗？对呀，我也没说别的呀，就是一个废弃的厂子呀。啊，但是肯定是有点故事，老铁们。出门在外也不方便讲，哥哥我怕。你害怕咋整啊？我搂着你啊。欢迎小松鼠，对不？我他妈也怕。啊，这地方烟气森森，谁呀？阴气森森的，我也怕，我搂你没事儿。啊，你害怕我搂你。什么动静？谁？欢迎我太阳哥，欢迎阿友，欢迎我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。啥玩意儿？不知道啥呀？吓我一跳啊！不知道啊！你看着没？破衣服、破袜啥的，看着没，家人们？这破衣服、烂袜子，全是啊，全是以前工人穿的。哎，这下可发了，兄弟们！青花瓷，欢迎我沐浴阳光啊！这下可发了，青花瓷，哎呦我操，七匹狼，啊，这我得拿走了，兄弟们，看着没？哎，这他智多鞋他也废了，他智多鞋也废了，完了，岁岁平安了。妈的！我发现我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兄弟们，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肉，住哪一个坑？真的，是不是？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够，住哪一个坑？真的，啥也他妈也不是。欢迎老毛，我兄弟啊！碎了，碎了。啊，看这边还有啥古董没，老铁们？给咱家老铁们整点福利啥的。这边啥也没有了。你这一下几把饭没了，不差钱儿。啊，啥都缺，就不缺钱儿。这面他妈上楼了，兄弟们。啊，上来就摔下去，我可没摔啊，不，没拿住，掉的。没拿住，掉的。欢迎奶瓶啊！喝啥也不缺，就是不差钱儿。欢迎燕姐啊！直播间哥哥姐姐们有礼物的支持一下，好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感谢我男神啊，谢我男神。哥哥你打嗝了，我打嗝是证明来东西了，马上来飘了，老狠了。啊，全是飘。如此，是不是？这边是厨房。非后厨人员禁止入内，是不是啥的？呵，这能死多少人？1亿啊，1亿！
商量票吧，大伙们，礼轻情意重呗，对不对？欢迎这位所有的家人们啊！感谢我沐浴阳光。哎，死了一个小目标，一个亿都是日本人，没毛病啊！死他妈一个亿全日本人，全他妈日本鬼子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的，扣个一，兄弟们啊！死他妈一个亿全日本鬼子，这大争香，大争香。嘿，欢迎我徐哥啊，欢迎我绿日姐。谁？啊？谁呀？感谢哥哥姐姐们加入带团啊！谁？有动静那边，兄弟们，那边有动静。谁呀？啊！我操！哎呦，手机啊！妈呀！吓着我了！这心给我吓的，卡了吗？啊！我操，给我吓一跳！给我吓一跳！特效关了，我关它干啥呀？我不关。心给我吓的，啊！我不是故意，我知道姐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这么安静呢？啊？这么安静呢？刚才我明明听到这边，我操！这边有个东西呀，咋没了呢？安静不是好事，是不？感谢家人带团。谁？听着没？听着没，兄弟们？啊？听着没，兄弟们？
你妈的！出来！今晚肯定要狠。欢迎狼哥啊！听着听着，每天都狠，感谢民粉啊！玩玻璃呢，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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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？是个男的，给哪的呀？给哪的男的呀？我操，这老大大铁架的兄弟们，啊、哦，力气挺大，老铁们啊、哦，力气挺大，说不定是个他妈逼玩的，兄弟们。欢迎直飞说的家人们啊！感谢我七五哥啊，谢谢。走，三楼兄弟们啊，越往楼上越狠。好，上楼。听他。感谢我哥，什么玩意儿呢？啊？什么呀？谢我哥的支持，感谢太阳哥。谁呀？什么东西啊，老铁们？小推车不知道啊。出事，老铁们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没抖啊，我抖了吗？我抖了吗，家人们？师伯哥，停了。
一会儿你真要饿死了。还有几个，我操！谁呀？谁呀？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近了，家人们。谁？哥哥姐姐们还差3万票突破，突破40万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有礼物的你们支持一下，赶紧完了。就差2万多票了，家人们。大哥大姐们，喜欢你喝的支持一下。感谢我鸡哥。操他妈锁上了。风刮的啊，绝对是风刮的，兄弟们。我操，我操，冲过去干他！来，直播间大哥大姐们，啊，比伯然，惨不？2200人，最牛逼哥。哎，又出来一个，什么玩意儿呢？什么玩意儿呢？谁呀？谁呀？有人吗？
老天，我抖了吗，家人们？听着，我抖了吗？我操你妈！啥意思？挂个鞋啥意思呢？啊？搞破鞋的意思啊？高能预警！操他妈的！不知道给哪传来那个逼动静，哥。我看着你了，出来！听着，有动静。谁？再看一遍，老弟们，再看一遍。兄弟们有点害怕了，兄弟们，啊，兄弟姐妹们，有点那么得瑟了。老弟们，刚才老太往哪儿走呢？啊？刚才老太往哪儿走的，兄弟们？
又疯又疯疯狂的，确实幻觉啊，疯狂的，就站你旁边看不见，你别吓唬我行不？哥哥，别吓唬我行不？我现在腿肚子直转筋呢，老铁们，啊，腿肚子直转筋，老铁们。好，我还不知道给哪响。就这玩意儿呢，就这玩意儿呢，兄弟们，就这玩意儿响的，是他不？是他不，兄弟们？哎呦我操，还乱蹦的呀，欢迎雨季啊，姐啊，感谢我姐。乱蹦的兄弟们，干鸡蹦呀，这是啊，窍里挖的呀，这家蹦着的跳舞呢，我直接是拽下来就完事儿了，兄弟们。操，铁子，啊，赶紧说，呀。不用不用搭理他啊，踢了就完了，没有用啊，他也没有用，他你可能看别人直播看看多了，太闹腾了，这逼玩的，操，没毛病吧兄弟们啊，老铁就在这屋呢，兄弟们，就在前面那屋呢，老铁们啊，就在前面那房间呢，里面有东西，感没感觉到，感没感觉到，就是离咱们特别近，老铁们啊，你们有没有感觉到，兄弟们离咱们特别近，老铁们是不是操他妈，应该就在前面的房间呢，兄弟们啊，应该就在前面的房间呢，走走进去来看看里面到底啥玩意儿啊，2400人，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兄弟姐妹们啊，2400人了啊，他没有害我的情况下，老铁们咱就不用拿法器，老铁们欢迎我三漏铁子，欢迎我直播间的每一个兄弟姐妹们，我说对不？没有，在没有害我的情况下，老铁们咱就不用拿法器啊，就硬干啊，就硬干，就这个房间里声音特别大啊，就这个房间里声音特别大，老铁们非常刺耳，欢迎小懒猫，感谢我大姨，就这个房间兄弟们啊，就这个房间啊，几个了，帮我查点兄弟们，该都是幻觉，感谢聊聊桑，谢谢哥，嗯，感谢我指鹿为马，谢谢我兄弟，操你妈的，啥也没有，我这房间呢啊，这也没啥呀，感谢可爱多，这也没啥呀，听着有手道声，老铁们有手道声，凳子上给拿的，这也没啥呀，
出来。听着。听着，叫我们，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那什么声，老铁们啊，不是我手抖的声音，兄弟们啊，是这屋里，就这屋，就这屋里。在发沙发上坐着，鬼话听不懂，真听不懂，老铁们。是鬼在说话吗，老铁们？这不是，这不是，是鬼在说话吗？鬼话连篇，老铁们，就给这儿来的啊！鬼话连篇就是给这儿来的，兄弟们，我操他妈，我今天晚上有点害怕了，老太太就在你后面，有吗，老铁们？在我后面吗，老太太？欢迎全网黑粉老黑，没有啊，操他妈的，我跟你说家人们啊，此处无声胜有声啊，老铁们。此处无声胜有声，兄弟们。听着。老铁们，你们听像不像那种就是国外的那种啊？感谢我姐送来的海星之梦，谢我姐啊。老铁们，你们听有没有像那个国外的那种，就是说那种探测仪，老铁们，就是探测仪，探灵异的探测仪，老铁们，你上百度，我操，打散了啊，国外的探测仪，老铁们，发出来的声音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啊，好像是鬼在说话，老铁们啊，好像是在鬼在说话。操，后背发凉啊，老铁们，后背发凉，兄弟们，欢迎我道吉哥。真的，兄弟们，我后背特别发凉，兄弟们，感谢我道吉哥。真的，老铁们，